创新才能成长，深耕才有生机。深耕，希望开始。逐梦，希望的实现。农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0年，主要研发领域在于提升免疫、延缓老化及肝脏治疗的中草药产品及技术。以强而有力的中草药生技研发背景，开发出保肝宁、蒜仁素、活力酵素等医疗保健产品。而1996年起，金农兴生物科技开始发展赫博士健康科技平台 Herporch Health Tech，致力于研究陆生动物的健康管理与肉质改良。金农兴生技设有研发中心，并于2001年正式进驻中正大学创新育成中心。除积极研发，对外也连接各大专院校实验室，利用技术配合学术研究，将畜牧业带入一个新的里程碑。金农兴的最主要的创业精神就是创新，我们希望在整个金融新的创新的过程里面，能够带给社会更好更多的东西。为满足现代人对食的品质要求及养生的潮流趋势，金农新生技与三所国立大学致力研发 Herporch Health Tech 赫博士肉质优化技术平台。在研发团队的深耕努力之下，2005年，金农兴生技正式推出了香草猪，定定此年为香草猪元年，宣告了畜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关山镇位于自然纯净的花东纵谷，是全台第一个香草猪饲育基地。香草猪牧场更拥有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产销履历的验证，以确保能孕育出最优质健康的香草猪。香草猪采用鼠尾草、迷迭香、罗勒等欧式香草及特殊中草药配方饲养，经实验研究证明，富含大量的天然高抗氧化物质，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大幅超越一般猪肉。国内最具完整身份认证的香草猪，保证无药剂残留，更不添加生长激素，饲料来自于通过 FGS 国际检测及 HACCP 国际认证的饲料厂，生产加工更是于国家认证的 GAS 工厂进行，提供消费者具世界检验水准的优良肉品。由嘉义大学连福发教授所发表的论文及中央畜产会香草猪肝脏检验报告中得知，赫博士技术对于动物体内的化学药剂残留有排除功能。嘉义大学林高种教授所完成的香草猪研究论文更证明了赫博士肉质优化技术平台使用在家畜家禽的饲育上，可提高免疫功能，效能耐寒耐热，使肉质甘甜，纤维年轻化，油脂不腻，全猪特殊无腥味，更可提升育成率与饲料效率，并有效取代抗生素的使用。金农兴生技秉持着为消费者带来健康的概念，在持续努力之下获得国内外许多肯定。2006年9月，首次在韩国釜山的亚太区畜牧学会中发表赫博士健康科技平台，在2007年北京世界肉品科技大会中发表的论文被挑选为重要论文之一。2008年第13届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畜牧学年会，嘉义大学林高种与连图发教授所共同发表的中草药抗病毒技术可有效提升猪只免疫力研究论文，广获各国学者专家的肯定重视。2009年接获越南最大国营农畜产公司订单，正式将此技术大规模运用于年产100万头猪以上的市场。金农兴生技目前生产的系列产品包含了香草猪、香草鸡生鲜及加工制品、医疗保健产品等，在各大百货超市与有机商店皆有贩售，
也接受网络订单，并且提供宅配服务。在未来，新农心生技公司将以推动生化科技产业及贺博士健康科技平台至世界各国为发展目标，将以坚持品质、持续创新的企业精神，将台湾最优质的技术与产品推上国际舞台。